他们主要的服务是accounting system，就是那个财务管理啊，ERP系统，full system的一些配件，那他们的产品products。 应该就我扫了一张，还有电机，还有电脑配件，他们做了是，从Facebook来看的话，他们应该是做了12年开始做的，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是从13年开始开的网站，然后这个他们是15年开始有了这个，12年。